小朋友，这个就是年糕。年糕有没有吃过？有。吃过什么口味的年糕？红豆还有嘞，红豆。哦，所以呢，那谁知道年糕的台语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叫做冰柜念字。冰柜。好，现在你老师就要教你一起念一首可爱的台语哦，它就叫做冰柜念字。冰柜。好，跟我一起念哦，看看谁好厉害哦。喂喂喂。喂喂喂。台湾出冰柜。台湾出冰柜。冰柜真好吃。冰柜真好吃。台湾出茶饼。